当我用万人迷的语气跟我妈说话时，我叫万三零，朋友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，叫做万人迷。大概是有一大堆的男人围着我，他们看了吃味才这么叫的吧。就你这德行，还一大堆男的围着你，一大堆蚊子围着你吧。那蚊子我看都够呛，那有雄性被一大堆女人围着，尖酸刻薄批评你的时候，就是万人迷。快点啊，那挖坑不净你抹是啥呀？谁瞅你啊？让别人等一等是应该的，关键是你值不值得等。给抹点，别想我不抹，成天买网红说人长多个嘴。女人就像一件艺术品，想要弄懂她是要交学费的。你到底去不去？你不去我走了。这衣服多少洗发都给叠板正的，一拽就拽齐了，能不能拿一件穿一件？练该漂不收拾，该加保姆了。单身女人是珍珠，结了婚就变成鱼眼珠了。奶溜你，奶溜你，注意在查带头抓什么大象。当家庭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，笨女人想办法解决女人，聪明女人想办法解决男人，你咋不倒办呢？你给我拿了。